三十多名云南的画家，五零后、六零后和七零后一起集体在大理鹤庆写生。废纸，废纸啊！这放在这啊。你玩这一屋路走的温度，你活着你不要。哇，羽绒服。啊，他拿衣服看。啊，啊，衣服。啊，是啊。哇，那就好。还有那个他家住在那大水沟。啊，那那是。哦。我的个长多斤了。忘了吃福晶的没吧？啊。随便弄点鬼吧。我羽绒服没穿，我哪知道这个还下雨呢？对，冷了。早上出来分，邓老师正不正？不晓得你叫来，不正。我要找棵歪脖子树。我看看是点不要的。老师，你的指甲真好看。我自己做的噻。自己会做？啊，是。艺术家太牛了。嗯，很简单的。老师是不是写生忘带墨了？啊，对，是吧？老司机还忘，为啥选这个景？我那个就的那个有那个雪山嘛，它那个景比较开阔。老师还在选择？我先看看。老师开始。赶紧坐下来，干了。好。这边相当漂亮。在这里写生实际上是吸天地之精华。这是人的心，颤抖。看到那么美的风景，心里面有了激情，你才把你的激情通过你的色彩，把它传递出去。我只想把这个画画得更满更好，表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生命力。春天的这种气息，我特别喜欢画这一个风景画。我看到后面有一片黄色，黄色配白色、绿色是一个古色，再加上岩山还有雪山，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。这个背景音好讨厌。有特点。美景好好看呀！我不要，大姐。早上还有点小雨，现在就天晴了，真雾。哎呀，也不容易啊！我画了几十年了。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一块，还是一块。老师是不是抽抽烟有助于灵感？休息的时候抽烟。我的家乡在鹤庆，鹤庆最适合于写生。我们鹤庆可以说一个景。然后这次邀约的这些有名的艺术家、老画家呢，他们用他们的妙笔推荐我们鹤庆，是吧？啊，我认为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。